嘿、hey, 我是蔡少，我今天要带你们去买我认为在苗栗最好吃的麻吉。我怎么觉得它是最好吃呢？因为它是我吃过里面最它的口感最 Q 最暖最容易入口即化的麻吉。那这个家麻吉它的店地位置是在苗栗的滩洗水坑的、就是我们的称作清安豆腐街的街上的一个小摊位。要到清安豆腐街之前呢，我都会先从山下山交流道，然后先到九华山去拜拜，然后去求个平安，顺便吃个平安面，因为这里的素食平安面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这里在这里拜拜的感觉就觉得哇，整个人就心灵就升华了一样。那来到清安豆腐街呢，我基本上我都会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当然是来豆腐街，就是要吃豆腐嘛。那我都会先去吃一间叫做黑皮豆腐。那这家豆腐呢，我觉得还蛮特别，就是它算是在台湾比较少数在卖黑豆腐的人。我虽然本身算是比较喜欢吃一般的豆腐，但是这样的豆腐吃起来口感，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但是吃它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就是说很特别的新奇感，因为平常嘛，你很少会看到像这种黑色臭豆腐，所以你每当你在吃一开始在吃它的时候，都还是会有点嚼嚼。那其实吃下去的口感，其实就像一般的臭豆腐一样，虽然说它没有特别的香，也没有特别的臭，那口感也是一般般的、啊，我觉得是一般般。但是呢，吃它就是会带一点就是趣味。所以这也是我每次我都会来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吃一盘黑色的臭豆腐。清安豆腐街呢，我第一个行程就会来这里吃它这里比较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豆腐，各式各样的料理啊，比如炸豆腐球啊，然后也有蒸豆腐啊、炸豆腐啊，然后还有非常好喝的笋子汤。不过因为我这一次没有吃，是因为我已经在不小心刚刚在大兴善寺那边的吃了太多太多的平安面，哇，好像吃了两碗，然后又加了一碗粥，所以其实上是还蛮吃的蛮饱的，所以我这一次就没有吃到，就没有再吃它的豆腐料理，不然那平常我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好好的品尝，那也是蛮大力的推荐这家豆腐料理店。那最后也是我最重要的来这边的最大的目的呢，就是要买他这里在这家豆腐店的门口有一个非常一个摊位，一个阿姨，她卖的麻吉，真的可以说是我吃过苗栗以来最好吃的麻吉，因为它的麻吉吃起来的口感呢、啊，真的是像我前面所提到的入口即化吗？也不算是入口即，我觉得已经不能用入口即化来形容它，而是它吃起来的口感真的非常的 Q 软，而且那种吃起来的那种黏弹的感觉，真是哇，很棒很棒。那它这里很有名的口味呢，也是在我觉得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也是还会有卖人的独特的口的那个口味，叫做艾草。艾草的口味吃起来有一点点日式抹茶的口感，然后因为它带一点苦苦的感觉，但是吃起来呢就是非常的非常的让人觉得有点甘甜甘甜，因为它是麻吉嘛，所以它吃起来在甘苦里面吃起来感里面带一点甘苦的感觉，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的配，我甚至觉得它比抹茶的味道还要更棒。可惜这一次来呢刚好没有做，不然我真的想给大家吃看看，它真的是非常的棒，也是我吃过这么多麻吉里面我最喜欢的口味，就是要买这一家的麻吉。如果你们有来到这里呢，你们肯定必要绝对不能错，就是要买这一家的麻吉。这三个行程呢，就是我来到苗栗泰安街上所每次我必做的三件事情。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啦，那下次你们有经过苗栗的话呢，不妨绕进来泰安的清安豆腐街，来好好品尝这里的豆腐料理跟麻吉哦。我们就下个影片见，拜拜。哎呀。